告中午前要交啊，只剩一个小时了。我没空，没空，我要先赶报告，有事下午再说。哎呦，再怎么急也没有这个报告急啊！等一下，你先帮我处理啦。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难怪老板找不到我。抱歉啊，我刚刚误会你，我先去找老板咯。现代人都很忙碌，要找对方记得先礼貌上的先询问你有没有空，才方便进行后续的交流哦。今天 Chubby 买通，我们就来学这句，您现在有空吗？现在有空吗？有空没空，我们先把空这个字打出来，就是空这个字。空呢，就是探囊取物，没有东西，空空的，空。好，那你说有空，就是空有，我有空哦，有时间。那没空呢，我没有空啦。哎，其实就跟有时间没时间一样，我现在时间有，时间没有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我有时间，我们两个就可以喝咖啡聊是非了。那对方就跟你说啊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好忙哦，我忙死了，我正在忙，正在忙，忙碌学过记得吗？好多事，我正在忙，正在呢。我们用中这个字，中，所以是忙碌中。这中有点是 ing 现在进行式，所以我忙碌中啦。你再等我，再等等一下，或是你要跟我预约，预约。来，两个小妞妞勾起来，记得吗？约定哦，啊，约定要。提早，提早约定就是预约的意思。那你说，哎，预约要多早啊？下周，下周，哎，记得吗？哎，我们明天是这样子一天，对不对？后天是两天。那你说下周是睡醒来七天以后，所以是七天，七天是下周的意思。那下下周呢？七天过后再七天，就是下下周的意思。那下下下周呢？三下，四下啊，就下个月了啦。吼，好，有礼貌，跟我预约的人真的有礼貌哦，礼貌记得吗？两个人哦，每个人都90度，就是，有礼貌，你好棒哦。那没礼貌呢？没礼貌，所以都要先提前预约，你才是有礼貌的好孩子哦。好，今天Chubby买通，你现在有空吗？你学会了吗？你现在有空吗？